在我们地球上还有很多未知的岛屿，有些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还在不断的形成或者消失。在茫茫大海之中，以我们人类现有的都很难踏遍地球的每个角落。这座岛屿啊，应该是受到磁场的干扰，使得卫星无法探测到，因此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状态。苏教授，没想到我们这次误打误撞反而发现了新大陆。是啊，很可能我们这次的科考成果会改变许多原来的科学结论。是啊。你怎么觉得这里怪怪的？怪什么呀？你啊，就是胆子太小了。你才小。这里没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。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啊，苏教授。搞学术方面您是专家，但安全方面您得听我的。迅猛龙，这是迅猛龙啊！黑子，听着。小王，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，房和车是必备的。伙计，公司有这种事。来，你不去上厕所？不要那么上，该见的总是会见的。这车子和房子上得加上我的名字，逢年过节我爸妈的红包也不能少。那彩礼怎么说呢？
我爸妈生我养我不容易啊，彩礼怎么也不能低于50万吧？50万呢？要不跟你妈妈商量一下，15万成不？15万？我们一年多的感情了，难道我们的感情还比不上这点钱啊？这话不能这样说呀！是，谈生意就谈生意嘛，谈什么感情啊？哎，这个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说你有毛病吧？吓我一跳！哎，你不知道飞机上是不能打电话的呀？我这可是卫星电话，不能不怪谁呀、啊！贫穷限制了你的认知啊！哎。你有认知，你就这点素质啊！好了，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他是个男人吗？你像一个神经病！看不看他？这是大挥手。谢谢。飞机遇到气流，出现颠簸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大家坐回自己的位置。先生，请回到自己的位置。飞机申请飞行高度，收到。这么大的磁场干扰，机长，无法联系到地面。机长，我们偏航了。你启动手动驾驶模式。是。什么东西啊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情况？各位乘客，由于飞机故障，机舱失压，请大家戴好氧气面罩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because of the aircraft failure, cabin pressure release. Please wear oxygen mask. 这个飞机坠落，我就不应该带你回去见我的父母。大家冷静下来，保持吸氧。飞机为什么还在不断上升？飞升直在上升，氧气会越来越虚弱，机舱里的氧气根本支撑不了多久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先生，请您保持冷静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了！我要见机长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快戴好氧气面罩。你可以坐下，依照机组人员的安排。兄弟。你很棒，跟棒槌一样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滚啊！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大家要相信我们的机长。
回去呢？先起来，起来。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别摇了，我都试过了，这些人在飞机上就已经死了。我们能活下来，已经是奇迹了。醒醒！别摇了，快醒醒！那什么怪物？我不清楚，像是蜥蜴，又像是龙。杀龙不龙的，那就是便宜的鲨鱼。爬不动了，我实在爬不动了。我们怎么跑也不是个头啊！要赶紧回家。救援队来接应我们。来，你打一个试试。一点信号都没有，你打得出去吗？你？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一座无人岛。我目前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再想想办法与外界联系。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？对啊。电话是防水的，不可能。
太好了，我还以为这是我一个人。救我！救我！快救我！救救我！我走不了，老子你！有动静，是文文的声音，他还活着。文文，走，去看。文文，哎！站住！烧的呀、啊！先找个地方，给你输压伤口嘛。这是怪物，肯定是根据声音辨别范围。你这里太危险了，咱们赶紧走。走，我不走！我听到文文的声音了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快走！即便他还活着，也肯定到树林里了。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！这太危险了，快走啊！就你差点命都没得了，还有啊，这一路拉你胯了，那不晓得你那个沉吗？什么东西泡水了不沉啊？哎，你轻点儿！你还沉得了，还沉得了吗？你凶啥子嘛？我哪儿凶了嘛？你没事。喂，喂，搞什么？文文还活着。文文一定还活着，哎，快过来啊！刚才啊，我接到一个神秘的信号，真的。哎，他们通缉我们啊，在24小时之内到达岛屿的南边，到时候有船来接应我们啊，然后信号就中断了。我们现在得想办法确定通往岛屿南边的方向啊。南边，南边，南边在哪里啊？谁有手表？借我用一下。我这。把手表放平，将时针指向的数字除以2，得到的数字对准太阳的方向。这时12点钟方向就是北方向。没错，从我们身边的椰子树来看，树冠茂盛的方向大部分都处在那边，所以你跟那个方向就是南方。要走你们走，我不走。人呐、啊、这一辈子啊，不怕路途遥远，就怕鞋里有钉子。你们这是要穿越整个岛屿？你们知道这个岛屿有多大吗？一天的时间能赶得过去吗？可能吗？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以赶路为主。对啊，说不定在路上就能碰见蒋文文。走吧，走了，走啊。文文，
是什么动物？问问。这不就是一副骨骼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？从这个骨骼形态上看，应该是一副鲸鱼的骨骼。鲸鱼？这怎么可能是鲸鱼的骨骼？这里离我们走过来的海岸线已经很远了，总不可能是他自己游上来的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走，这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走了。文文，文文。是一副鲸鱼的骨骼。我父亲是古生物学家。文文，我们没走错啊。孩子，我那野兽呢？原来是两头蠢猪啊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是。感谢老天爷，感谢老天爷！啊，你受伤了？我的脚，我的脚。我看看。还有别的人吗？就我们两股。行了，我们赶紧赶路吧。行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我边走边告诉你，走吧。救援队是咋回事嘛？一路要这边来接我们说，走都走不动了。留点常识好不？那是大船，这边水域这么浅，能靠得了岸吗？也有可能是这边水域礁石太多，或者是因为水里面的那些怪物，他们根本不敢过来。感觉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岛屿。这和其他岛屿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快走啊！小心，能不能收下再走嘛？小心，走不动了。大家小心，我觉得这片树林里面有点不太对劲。哎，你不要黑我嘛！哪里不对劲啊？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啊！你们听，什么声音？这树林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你别动！你不要黑我！啥东西？也不是出了毛的野鸡吗？不不不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他们是恐龙。恐龙？这绝对是恐龙。而且这些小家伙应该是美颌龙。你是不是在飞机上大脑缺氧影响到你的智商了？恐龙那早在6500多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叫那么大声，就算恐龙不来了，猛兽也给你叫来啊！别害怕，你不叫。这是啥子恐龙嘛？哪能跟我们人类比嘛？地球存在了40多亿年，恐龙在地球上生存了1.7亿年。相比较，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但是，恐龙和鲸鱼。就不是一个时期的生物。刚才咱们在树林里看到的那副鲸鱼的骨骸又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觉得这里不能再久留了，
我们赶紧走吧。大热天，好像有东西在接近我。什么？快点！你们等好我吧！站住！救命！不要救！娘子！快！啊！真好啊！啊！我，大姐，我，真好啊！我林子彤，快！小心！我，我，记了吗？那些东西不是都已经灭绝了吗？你们跑这儿去了吧？我叫你们摆着，才让你到恐龙死了。你还活着啊？你们都不能下我。没有恐龙飞上来吧？没有。我还以为你被恐龙吃了呢。我从小就命恩，就是运气不太好。我们能活着已经很不错了，啥命运不命运的？这天快黑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。我们现在哪有时间休息？前面的路还不知道有多远。
我看这丛林里更不安全。要不我们返回海边，沿着沙滩绕过去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一开始给我们确定方向的是你，现在又提议让我们绕回去，沙滩就安全了吗？现在不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行了，这样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到前面去探一下路。老哥，你也休息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那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口渴了？这地方估计不好找水。给。别说我的水。不好意思，兄弟，谢谢了。最后一点水了，慢点。我和你爹说怎么了？我和你爹说怎么了？你要爹吗？照这个龟速度啊，我们恐怕一天都走不到那了。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，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必须舍弃一些东西。舍弃些东西，你想舍弃啥？啊！遇到事情，就你跑得最快。你的命是你的命，我的命是我的命，我跑得快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南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来进我们，现在还是个未知数。一个破信号你就信了？哎，李老板，李老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真的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救命！放下这！哎，救救我！救命！你们看到有一个人吗？下去！
父亲也是被他们害死的。这个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恐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不安全，快，你们跟我走，走啊！不是来接我们的、哎、老周啊，我还没有下去啊，快点放下去，你们怎么不管我，给我快点，我腿麻了。这座岛屿是由于特殊磁场和洋流环境导致形成，这些因素使这座岛屿与世隔绝，你们的飞机应该是受到磁场的干扰而导致坠机的。你装神说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是穿越了噻？你现在是侏罗纪时代吗？严格意义上讲，是地球形成之后中生代的第三纪白垩纪，也就是续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。那那些恐龙是哪来的？由于这座岛屿的特殊性，岛上大量完整保存的恐龙基因，他们利用这些保存下来的恐龙基因秘密研究 DNA 克隆技术，并成功复生了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6500万年的恐龙。你的父亲，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们现在就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南边海岸，除非你们穿过岛屿的中部，岛屿中部都是大型食肉恐龙聚居点，能穿过去也是九死一生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留在这里才是等死呀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你们就走吧。好，你们谁相信他的话谁留下，我不勉强，谁不信跟我走。小坚，你不是说要跟我走吗？我说了吗？你小子命硬，跟我走运气不会差，对不起大家了，我们俩走会更省事啊，免得某些人影响我们行进的速度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岛上能接收到求救信号的就是这帮没人性的雇佣兵，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岛上的巡逻工作。为了掩盖他们在这个岛上的秘密，他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活着离开这座岛屿的。那也是我唯一的出路。走。雷总，我快跟上，很快就到了。啥子时候说我跟你走哦？这个重要吗？马上就天黑了，赶紧走。李老板，要不然我们还是等到天亮嘛。我告诉你啊，恐龙是昼行动物，他们白天出来觅食，我们要趁着天黑恐龙都在睡觉的时候赶快穿过这片树林。你唬我，我又不是没看过探索发现，那些吃肉的恐龙啊都是夜游生。为什么有些人就是那么穷吗？就是总抱着坐以待毙的想法，从来没想过重新开条道路。
醒醒。为什么不见了？谁不见了？天亮了，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有什么不对劲？现在我们也没有人干了，只能先在这儿休息。这么久，他就不想回去啊？要我看，那个姓李的肯定有问题。那姓李的说话也未必可信。快别跟上来吧，大哥！哎，等等我，我现在跑不动了。当时打卫星电话的时候，我们谁在现场？一个都没有。好久不见，谁了？不，你去看看，我给你点后。你怎么不去看？我去啊，去啊，去啊！去啊！终于来了，我没有救了。还有其他人呢？其他，其他人都死完了。给你一次机会，下来走。你要不得，要不得，啥都是干嘛的？小姐，小姐，我跟他们走了。我有钱，带我回去。我给你们钱，给你们好多钱。
那里面去找其他人。来喽。坚持一下，我去弄点水回来。我去吧，你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谢谢啊，你小心点。放心吧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前面就是一条河道，沿着河道往下走就能找到那个山洞了。他们都在山洞里。
岩洞就在下面了。如果那么容易走的话，他又何必在这里待那么长时间啊？嘘，别说出来。怎么了？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，够仗义的吧？你们看，我都把谁给带来了？你们都收拾收拾，跟我们回去吧。把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罪行都告诉我。他在哪儿？不清楚，醒来的时候就不见了。他没事不行，先把他们都带走吧。好吧，既然他们不想走，我们先走吧。你们的谎言简直太过搞笑，你们到底想做什么我心里很清楚。走，走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了。受伤了是吧？刘总，你们走。不想走，那就永远留在这里。走，那不就像活着有错吗？快，
放开我！快点！走！你们会遭到报应的！走！你留下来照顾他，我去救苏家。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What the fuck?看一下，是。枪放下！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知道你，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离开这里。你知道就好。我们的目的就是守住这里的秘密。
吗？找了，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船能够过来。胡文，回来！你的阴谋，胡文，肯定会被公布于众。在这个岛上的罪行，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胡文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告发。胡文。对不起了，大爷的，可以啊，小子有两下子。爹今天跟你好好玩玩。你们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，只要没人能离开，这里就永远都不会有秘密。你们为了圆一个谎言，用另一个谎言去掩盖它，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，你们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你们会遭到报应的。一个也是傻，两个也是傻，这已经不是循环了。你说吧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将会离开这里，而你则会永远留在这里。
这怎么回事啊？之前那位星星啊，都被他们擒获了。